邊個都打到邊個隻眼，美不打到你。頭先阿華有講嘅嘢話，美不打你啊！我知阿你有邊個啦，即係我一個個啦，阿姐嘛，而家翻去邊個嘛？差不多你做運動嘅事嘅，你係國民運動嘅事，你係運動嘅事嘅，都攞先埋你哋啲跟阿表路搞咗咪有路做雙嘅，你有啲咩？做咩？一日嚟咯，我冇打電話嗰度。我在这里的七年的钱六年的钱有老板到钱了。今年六年到钱所谓的毛利好吧。那个的话到钱不不能进来你到钱。那么那个好啊那么弄回家了。唔知，佢本來即話你係用唔知，我啱啱啲路俾你係用唔知咯。爺一路，爺唔兜轉路，即冇曬人看到我咯。路那咗咧，即烏路，即石路，即架發邊隻路，搞之後聽話冇有咗啦。咯，一路幾年前咧，一路 A N C 咩，一路多啲個車車兜揸啦，揸嚟喎。咯，一路兜啲南亞吧，咯。一齊揸要冇邊架公司咯，咯。老板也不说的呀，我说你老天才都去的啊，起码说好多的。我说我想问你说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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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哎，你们晒那么晒，不晒呢？这个，国家的班呐，刚买的呀，人家双倍的，说了国家的班呐，咯，我老牛说，我老牛那边就肯定买了呀，啊，所以呢，那牛嘞，肯定买了，今年才来晒的，对，呀，今年才来的。那边，我话人家双倍没有，国家牛大，人家国家老话呗，我们家我们来年的就牛水了，你猜猜啦？哎，那我丢，哎，那我丢嘞，比较宽了，我搞没路的，是乌的是吧？是大衣裳吧？你那宽了就乌的，哎，那走那干了，裤衩，这样弄啊，这样弄，这个多哎，这个要哎，就是起码啦，做的。老手工，老快手工，小袋啦，做的，也是有几个。你看咯，都礼拜的交回去呀了，是吧？下班没没交回去了，礼拜的交我们说，那那边，人家老朋友也好多的，那边老板家的，都在那里，他刚来这里的嘛，我们这里的人家也挺多的，老早那我们上班，哈哈哈哈哈，昨天不看见了，哈哈。